数学社吗？哎呀，好像没有啊，他们都不太喜欢数学。让我试试。好，同学们，有人加入数学社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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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感谢！天哪，他人气好高啊！哎，同学，你有意向加入数学社吗？我目前没有意向，但是看你怎么劝说我们。我也没有。同学们，那你们知道派的小数点后面的第61位、73位还有97位数字分别是什么吗？不知道。那我来告诉你们吧，是520哦，520哦。哇，感谢来这位同学。同学，哎，你刚才不是不要加入数学社吗？啊，我也不想加入，可是他对我说520哎。5、6、6，我就想抽6哎。是9，不是6啊，这是9啊。高是吗，老师？是的，老师。高 ，You give what you give。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桌子擦擦，你让我们下面的人怎么拿？不好意思，笑了一下，笑了一下。什么来着 ？Go！ 不对，我故意，他是 Go， 他都没吹到这，他是拿鼻子呢，哼，这鼻腔共鸣，你知道吧？就这样。你是 Go。来，我一会儿死盯着你啊，范丞丞。好，下一位。七。七是什么？这。这。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来了来了来了，一二三。你看啊，哎，你这还带耍赖的呢，声音呢？可以可以，你不拒绝啊？我不拒绝啊，我不拒绝，非常称职的。五组搭档中四组作为逃队，在市场中完成指定任务，一组作为追队，用对讲机喊出123木头人。三个一木头人，喊到人时，所有成员需要停止移动。如果追队拍到逃队移动的画面，则被拍到的队伍淘汰。哦，这木头人嘛。那我有个问题，那如果他们拍不到，我们也可以动是吧？对，如果你觉得他们已经拍不到，你可以不听他的指令，你可以动。Okay. 但是一旦被拍到，就直接淘汰了。OK。上哪儿去找东西呢？稍后每个人会领到一个店家的照片。你要拿照片找到这个店家，确认好是他本人之后，跟他说萨尔迪卡，他会告诉你你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率先完成任务的得分最高，然后追的队一旦抓住一组人可以得三分，得分最高的一组可以验证任何一个数字对应的成员是谁，且可以调整搭档，最后一名的这一组就直接公布数字是谁。追的成员已经决定了，最后组队成功的凯哥跟沙格是追的队伍。哦，那现在就请大家来领取你们要寻找的店家。你拍吧，那你说。感觉有点影响呢。啊，一样啊。1分钟计时开始。快点啊，快点！王者出击。哎，慢点，慢点啊！快！没有吗？你看两边，我看河中间啊。不是 Hello， 是你吗？萨瓦迪卡，卡昆卡，乃七生活的完美牺牲，七五次不要闭嘴。乃七在哪儿啊？不是在海的那边，咱得随时配合好。又跑回来的，又有对跑回来，都离咱俩。他那有一对在那里藏着呢，还出来了。这俩红领带，
一分钟倒计时结束，追队出发。一分钟倒计时结束，追队出发。三二一，摸到人。三二一，摸到人。这算拍到了吗？三二一，摸到人。就你后面了，至少你后。三二一，摸到人。你咋的这么快啊？你都听不清楚。就抓你俩的，不快点？就跟着他俩。能不能放过我们？好，放过你们，走吧。去拍拍别人吧，好不好？去吧。来，给他比个 pose。算了，三二一，摸到人。算了吧，哥。好，走吧。好，走吧。完了，打着！你这多了一组跟拍，你对着我们薅，你也只能拿三分。三二一，摸到人。我们很精明的，真的。我们就在这儿。三二一，摸到人。就跟着他俩。就跟着他俩，拍着呢吗？拍着。俺们行行。几次？五次不够，第，快第五次。我不行，你来吧。来吧，你那只手随时得给我。三二一，摸到人。哥，做任务算了吧。他要踢几个？要踢几个？你告诉我。六七个呢。哦，好。好，那你先踢，一、二、三、二、一，木头人，求求了，哥，三、二、一，木头人，我们边走边那个什么吧，好，反正他们也要踢，三、二、一，木头人。做任务能不能放过我们？咱俩坐着，歇会儿，坐着歇会儿。啊！三二一，木头人。过来！哎呀，你现在给你机会你都提不动。三二一，我还没说木头人呢，急啥呀？哎，咱这任务指定是完不成了。咱上对坐一样，怎么样？走，咱先坐着，咱先坐着。哎呦，我一头的汗。坐。干啥呀？怎么？死磕到底，白了，死磕到底。那行，那咱走吧。哦，走。好，放了你们了啊。踢。一、二、三。四五，可以，一二三四五，可以，这边，三二一，木头人，三，他是完成了吗？就跟着他来，三二一，木头人，再来，三二一，木头人。没事，真的。这五，二三。对，盲盒。塞瓦迪克，一二三四，四个是吧？右上两个，上面两个，这两个。啊，六个。抱起来坐。我先换。身不由己，请准备，三二一，开始。好难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难？
四个字，四个字啊，四个字啊。这手，哪个手啊？这手、啊，一般都是这个手。啥、啊？一般这个手，这个手干啥、啊？对，这啥？对，变脸，川剧变脸。哎，可以，哇！你看这个都不提示的，我都没看见，你别。五个字，我没看。再看一眼。哦。啊，五个字。五个字啊。希望怎么摆啊？五个字。是在这儿。对。哦，哎，这个是五个字。哎，热身运动是吧？不是，热身运动四个字。啊，五个字。你现在感受到这是什么吗？风，跟这有关。对。不是，他得这样。两个膝盖，你两个膝盖并到一起，两个膝盖到一起。分开，两个腿分开。分开。膝盖在一起。对。对了。跟风有关。马力电风扇。对。这个难。这个好难，对吧？六个字啊！你这字越来越多呀。六个字，跟上面那个丁头。那个手摆一下。迈克杰克逊。迈克杰克逊。对。好，两个字，这个简单。太简单了啊！两个字。啥呀？又敬礼，警察。进了，敬礼，有进了啊！进了，敬，交警，交警，可以，来的好的。啊，四个字，成语，这个这哪儿？这头发？这哪儿？下巴？这个是哪儿？这是哪儿？脸？下巴？这是哪儿？耳朵？这是哪儿？挠腮？这是哪儿？挠腮？挠腮，你的东北话都出来了。挠腮，哎，三个字，是这样吗？几个字？是这几个字？三个字。蜘蛛侠。三个字。三个字。回答问题。举手。哦，小学生。奥特曼，咱题好难啊，非常，还行啊，相当聪明。几道题？如果不算刚最后一题的话，是六题。给算一个吧。那必须不能算了。好，另一队请听题，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计时开始。可乐、鸡蛋、酸奶、安慕希、雪碧、青菜。水果说水果呀、苹果、生梨这也太难达到了吧。橘子、西瓜、樱桃、哈密瓜，随便说。肉、大白菜、冬瓜、牛肉、黄瓜、酒、啤酒、红酒、威士忌、气泡酒、冰激凌、冰激凌、冰块、雪糕、巧克力、面包、有格子、那个隔板、冷空气、速冻水饺、鸡蛋说了，面条，老干妈，酸菜，咸菜，三二一，我跟你讲，我全程看着你们，我根本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王鹤棣，你在干嘛？热个身。请听题，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冰箱里面有什么？鸡蛋。正确。哇，好巧啊！正确。汽水。啊？可乐。没有汽水。可乐是汽水啊，大类嘛，汽水大类，可乐。可乐有了呢，那个。
正确。这个变成你比划我猜的节目了啊，这有点过了啊。Whisky。正确。还说啥了？我都忘了。啥呀？OK， 苹果。正确。OK， 西瓜。正确。葡萄。葡萄没有。葡萄吧。三个男孩子平时不爱吃葡萄。呀呀，差点踩回去。啊，第一时间离开是对的，我觉得真的第一时间要离开，不要一直贪恋在这个上面。来，请白鹿继续作答，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碗。碗。碗。剩菜吗？我的天哪！感觉上一次压制压板还是在上一次。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公园、电影院、天桥底下、天桥底下、天桥底下、天桥上面，那是街啊街头吗？那是啊啊地铁站、理发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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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这都什么概念？家里小树林，小书店、书店、游泳池。啊酒吧，酒吧 ，KTV， 超市，小卖部，办公室，不是你的点有点怪呀、啊，快点多说点呀、啊，商场，游乐场，学校，操场，篮球场，网球场，乒乓球场，足球场，烤串，小脏摊。小脏摊是什么？就是马路边的那一种吃东西的地方。山上。山顶，一起去爬山。海边。沙滩。对。地势。剧本杀。倒计时。地势是。出租车。公交车。公交车。火车。飞机。轮船。他的答案。坤儿的点很好，今天坤儿的点都是天桥底下、啊、天桥底下、啊、我拉你唱来吧，我看看是何方神圣。请问男女生第一次见面的约会地点会选在哪里？KTV， 正常，游乐场总有吧？正确。游乐园。你看我，别看他们了。导演提示你，别看他们了啊。啊，公交车。正确。公交车。哎，这啥呀？你别误导他。不能再这样了啊！这样我们就要直接惩罚了啊！
火锅店。什么？火锅店。火锅店。火锅店没有。火锅店没有吧？好，来，请准备。为什么不去火锅店呀、啊？吃了一身味儿，咋约会呀、啊？人站起，站站起。Oh no！加油加油加油，你手在上面吗？一二三起稳，可以起稳，可以往外站直了吗？稳，往外走，外稳，是稳的，是稳的。 好， 好，我出来了，我出来也退了，跑起来，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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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点往我这边，哎，有点往我这边偏。你先别使劲儿，你先那边先别使劲儿。白露姐，你先别使劲儿。没使劲，我没使劲，我没使劲。小东姐，你把手倒了。啊，没事没事，哎 ，OK。等一下，等一下。可以 ，OK。抬吗？一二三，抬喽。三二一，抬。抬。好大力。抬。哦。我慢点慢点。好，没事，用点力，用点力。哦。用点力，用点力。哎呀，没事没事，可以稳住稳住。稳住，没关系没关系。不是不是，我扛不住了，朋友们。加油！应该没有力气了。对，太重了。太重了，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太重了。你们3、3、2、1一块起一下吧。哎，对对，可以可以。我们1、2、3一起上去好不好？1、2、3靠上去。嗯。好，1、2、3一起用力倒就倒了。1、2、3。三。三。哎呦。三。再，哎呦。再，哎呦。再，哎呦。哎呀。好球，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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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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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了，好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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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可以了，3、2、1走。慢点，慢点，慢点，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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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小心，小心。好，前进吧，来，一二一二一二。九州，九州，你稍微松一点力气。换手啊，换手啊，3、2、1换。好，我觉得咱俩可以抬。好，走了，起一下，3、2、1直接起，起，慢慢慢慢慢慢，起，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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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换手了，换手真的。那就这样端一次试试。那不就还是在这端一次？端一次，可以。小心，小心，小心。3、2、1，走。慢点，慢点，慢点。哎，走。慢点，慢点，慢点。哎，往导演组那边歪一点点角度。别往后了，小心，别往后了，往后了，往后了。走，慢点，慢点，慢点，往我这边来。慢，不着急，慢，慢，不着急，往孩子们。好，放下，放下，扶着，扶着。不着急，不着急。哎。慢点，不，走，不，你们导演组那边你们不水平了，要挪下面，要挪下面，挪下面，挪下面就好，好，差不多了，慢一点，差不多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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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微调，好，别动，别动，可以，可以，好 ，OK， 下一位 ，OK， 往这边吗？往这边，这边，这边，来，往左，往右。往这往前往后这边吧，对，你们这个是前，这个是后吧，统一一下，不然一二三，抬，抬，抬，可以，等一下高度，一
二一，往前走。一二，好，可以了，可以往王后地区买了。好，走。一二一二一二，快点，快点，快点！一，快点，快点！一，好，小心脚下了。一，二，小心。弟弟，王，弟弟，弟弟给点，弟弟给点，弟弟给点，弟弟，弟弟给点，弟弟给点，弟弟给点。好，可以，好。一二三，抬！哎，你们往后，往后，前站，前站！哎，呀！哦哦哦！呀！哦！哎呀！哦哦哦！哦哦哦哦！啊！呀！哦哦哦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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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暂停。低了一点，我低了一点是吧？低了一点，没事，你们就稳一稳就行了。对，来各就位，各就位，各就位。你们俩 OK 了吗 ？OK 了 ，OK 好。来，一开始，二三，起。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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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起。哎，慢点，慢点，慢点，可以。不着急，不着急。Do this， 倒两回。群魔乱舞。一，小心脚啊。一，二。好，往那儿靠近一点。停！往那儿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慢点，慢点。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慢点，慢点嘞。慢慢起啊。好，一二三，起。很难的，这一下最难。你看他的筋都出来了。抬，慢慢起。抬，慢慢起，慢慢起。抬。等一下，有点飘，有点飘。别动，别动。等一下，有点飘，有点飘。怎么样？让他稳一点，再慢慢推。轻轻，轻，可以，松手吧，松手，应该可以了吧？整理一下。不，你再调一下十八，调一下十八。对齐，对齐。慢点，慢点，慢点，还要差一点点。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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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好，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松手，松手。恭喜绿队挑战成功！哇！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棒！可以！啊，快递来了，快递来了！放门口吧。放门口就行了，谢谢。周深辰先生，您的快递。哦，我知道是谁了，白露。参观一下我们的基地，嗯，特别欢迎你的来到，欢迎。没事，反正我也不是女嘉宾，我是男嘉宾来的。那我坐哪儿呀？随便坐。我还有礼物。你还有礼物啊？我把这个什么东西礼物给大家。信号毛巾啊。啊，16，为什么？没有，那个在戏里面就是，嗨，都是师傅送给我的16，嘉荣哥送的。对，尝尝吧。这是我们要做实验的东西吗？啊，是吗？不是，单纯是礼物。那直接可以试。对。来，家人拆快递吧，拆快递吧，怎么拆啊？这不，飞鱼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你没有脑子，这就是你没有的东西。你们这节目真的做了好多实验，好多，有一些实验真的是刷新你的认知啊。嗯，你不做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还能这样。我玩到现在，我最喜欢的是我们前，你就喜欢上一期是吗？挖掘机，啊，挖掘机你开的确实很棒。超哥是一个爱好开车的人，对，他挖掘机开的也不错。好，大家可以过来试一下。我比较好奇，
我吗？你先来个带个头嘛，我们不能丢脸啊！大家稍微练习一下，稍微适应一下之后，然后整体来一遍。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四叠，来吧，来，三、二、一。各位观众，中午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我是主播白露。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你们笑什么？继续，不能停了，不要停，快点。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等会儿我倒回去。今天节目，你是当录 ID 的是吗？现场直播呢哈。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著名正经严肃实验组织嗨放派一行五人来到位于莫干山路111号的浙江广电集团。期间，嗨放派成员就演播厅构造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并就新闻主播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深入交流。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浙江经视，太快了，往回收收。浙江经视新闻演播厅参观游学。期间，嗨放派成员们就演播厅构造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并就新闻主播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深入交流。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哇，如果不是因为提词器，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的话，其实这个速度很难控制，是很难，这个真的很难，这个很难。各位观众，中午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我是主播白露。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著名正经严肃的组织嗨放派一行五人来到云墨干山111。等一下，我念哪儿了？现场直播啊，现场直播呢啊！来到云墨干山路的111号。别断啊！不是，我调不回去了。浙江广电集团浙江经视新闻演播厅参观游学期间，嗨放派成员们就演播厅构造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并就新闻主播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深入交流。下面详细报，真不行。说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说收尾一定要有一个收尾。下面请看详细。下面请看详细报道。这么难啊？不是，延迟就会出现这个状况。不是，我是读一半，它突然延迟，就我前面以为很正常，你试一下就懂了。各位观众，中午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今天的嗨放速递，我是主播任嘉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著名正经严肃实验组织嗨放派一行五人来到位于莫干山路111号的浙江广电集团。浙江经视新闻演播厅参观游学期间，嗨放派成员们就演播厅构造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并就新闻主播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与主播深入交流。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哇哦，你电音都出来了，其实很厉害。我尽量的想屏蔽自己的声音了。哎呀，啊！嘉伦唱了，我向下面看着。哎，你别逼我，我自己来。啊！我的妈呀！上。往上趴呀！
啊！你看看国超，趴那么长时间，你救救他吧！趴好，趴好几分钟了。疼死了！太难熬了。好，非常完美，非常勇敢啊！好，集中精神。真的很哇塞！来，我们看一下回放。来，我是因为体重轻，所以我落得慢吗？但算很快了。你的飞羽其实一步就到了。来吧。还有谁？不就还有我了吗？对。我觉得你想再玩一次。没事啊，我一个也可以啊。啊！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是不是拖鞋会更好一点？拖鞋更好，是不是？对。我腿都软了。哎 ，Jason 很享受哎、啊，你等会儿再多来几次。没事，够了，两次已经真的人生中能尝试这个东西已经够了。没事。为什么我？所以你们这个节目没有女嘉宾是这个原因吗？哎、有过一个，但她那是。为什么我的突然之间这么大？哎，我的会不会有点太大？强儿，你这太大了。来吧。你比他轻，没问题。我离那个真的好远、啊。你相不相信我可以一秒内完成？测试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就是你已经在三秒以内了，已经很好了。大家看一下，不是我，主要是我落地的时候落得太实了。哎呀，我来成绩看一下啊！完了，我这最慢了。你差一点都没超过我呀！还好，还好。你要不要来一下？我们四个，我们四个一起逗你一下。啊！开始了啊！三、二。
就是在一个场景里，在我的英勇领导下，越做越大，越做越强。哎，这有客人来了，怎么这么眼熟呢？Dr. Han， Dr. Han， 这有客人来了，快把我放下。下雨了吗？哎，各位客官，这是我的娱乐公司，我是这里的老板，我也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哦，现在我代表我公司带领大家来参观参观。好，怎么这么眼熟呢？是吗？他自己有娱乐公司了吗？对。嗯。哎，几位老板，过来看看，哟，这可是最新出版的，可是很好吃的。不是老板，不用看了，谢谢。哎，大勋哥，哇，魏大勋，哇塞，魏大勋饼业，魏大饼业，怎么，不可以笑，嗯，魏大，哎，来了，几位，来尝尝我们的饼呀。祖师爷嘛，大家是不是一模一样？像呀，真的，一模一样。杨超，来，那你们拿着吧。行，谢谢。给钱。没有钱。快，你的店，你看，我没有钱。你的店。大王餐是吧？没吃啊，没吃啊，没事没事，来，小事啊，来，喝杯茶啊。你们两个，请进去。走。你们两个，请进去。走。哎呦，这不是加尔吗？这不是家人吗？嗯，没事，嗯，很好。吃东西不给钱，年轻人不懂事，这两条胳膊不就完事了？哎，怎么这么暴啊？哎，现在是法治社会。哎，大哥。你们说说吧，这事儿怎么结呀？都不说话，行，我问问大哥。大哥，那个，大哥说了，大哥说了吗？你能听懂吗？你要能听懂，你就是我大哥了。他说，今天心情不太好，要不哥几个表演点才艺吧。什么呀，这是？来吧。
快点给大哥助助兴。大哥，行，大哥说不为难你们啊，没事，可以了，可以了。我们一共有几个地方啊？It's a new food. Do you have chowder? Chowder in your country? Do you have? Exactly. So you should try it when you come to China. You should try it. You get a chance. This means so. This means so. Come on, 哥们儿，你会英语吗？来，It tastes so good. Like, trust me. What's happening? I do like to eat chowder. What's happening? 你好。我们这边不需要翻译，我们这边不需要翻译，不需要。你会说中文？会说。我跟你说，臭豆腐本来就是这样，它很臭，但是它很香，你知道吗？你吃起来真的很香，吃一口就真的很香。哎呦，我的天哪！觉得不好吃就不好吃了。你也跟我误渣渣的啊、好吃了。你也跟我误渣渣的啊、这个啊，我跟你说，有事就说事啊！我臭啥呀？一嘴东北腔啊！你这哪儿人？我不是东北。他开车是东北，大哥没那么大太阳，我们东北啊，东北确实没有那么大太阳。不要，先就是臭豆腐。我们先说臭豆腐的去，去哪呀？毛巾啊，国民好毛巾，客官几位来金号毛巾了解一下，老板来客人了。金号毛巾，国民号毛巾。啊！老板，是不是？十一。哎，倾国倾乡的美。的美，倾国倾乡是什么？这条毛巾，才能配你。好，金号毛巾，金号毛巾。精致生活一定要金号毛巾。您贵姓？来看看，您贵姓？来，大家快看看，来。金号浴巾，好棉好工艺的金号毛巾，双层纱布毛巾，岂有此理！双层毛圈，一面纱布，反正都好。是什么？他说这个毛巾不能碰到水，一碰到水就把水都吸干了。那是为了你的汗，你的香汗。香汗。对呀，双层纱布毛巾。金号毛巾是毛巾中金牌中的金牌，毛巾中的战斗机，国民好毛巾，国民好毛巾，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感动了。好了，带你们再去我下一个地点看一下。去吧，李总再见，去找真相吧。金号毛巾，百乐门。百乐门，你怎么这么眼熟呢，哥？越看越眼熟。欢迎各位贵宾来到我们百乐门。哦，什么发生什么事？刚才一看，一看就是比较乔装，中间那个不是天哥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嗨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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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认错过？认不认识？您是买橘子的大妈吗？对。您是抱怨的那位阿姨吗？对，是的呀。你们帅哥记性真好。通过你们的视频，这个橘子呢，运动起来会变甜。对对对。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搓啊、揉啊、按摩啊，是不是？这我们原来不知道。谢谢你们了、哦，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谢谢你们，应该有。你们真的是棒。谢谢谢谢。小姐妹，谢谢姐姐们。不好意思，我们在参加一个憋笑的挑战，我们不能笑啊。谢谢姐姐们，谢谢。再见啊，拜拜。再见，再见，再见，拜拜。谢谢。Hello, welcome. Welcome. Oh, hi.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Yeah.Yeah, fine. My name is Joseph, and I'm from Senegal. Joseph? I live in China since 2019, September. Oh, 两年前。Yeah. So I speak French and English and very good Chinese. Wow. Ah, very good. 然后会说法语、英语，然后会很会说中文。Okay, so you ready? 你是用英文讲吗？你不是 very good Chinese 吗？ Chinese. Yeah. I'm gonna show you.什么手语？朝阳，手语是吧？他会展示给你。手语，手语，手语。好，来吧。Okay,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question. Okay. Biazun, Dakia, Xiaxui, De Fei Tian Xi.多少谢西度什么东西啊你在说法语吧我只听到谢是多少来吧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OK 准确准确标准大奇亚大奇亚是什么下水的费用是多少谢西度这游戏能退出吗？唯一三个字听不懂的大大肥江是啥意思啊？大肥江，大飞机啊，大肥江，你开什么拍？你都不知道、啊。七六八九十三十五十八九十三十五十六十七。他的话你都没听懂，可是我听懂了。你说是什么？你说到他问题是什么，我给你按，算你的。标准的大气压下沸点是多少度？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多少摄氏度？摄氏度沸点？哦，什么什么度？什么什么度？摄氏度？摄氏度啊？是。多少摄氏度？标准的大气压啊、哦！标准的大气压下沸点是多少度？老师，他作弊啊！标准，标准的大气压。你为什么点不对呢？因为你的注意力总是不能那么集中。来吧，下一个题。下一个。Next， 水鱼，转。哦，玄鱼，玄鱼算力，
总机啊 ，You do so good, she Andy。嗯哼 ，Andy， 你又知道了？别跟我说话，我在这拍的。你要延续你的天赋异禀啊！可以再说一遍吗 ？One more time, please。你 two more time 吧 ，two more time。Three, two, one, Li Song, Xiang, Yu, Du, Zhao, Ge, Xi, An, Li. Clear. An, Li. So, 问题是什么呀？那你跟我击掌干什么啊？意思就是咱俩都不懂呗。Zuan Li Song Xiang Yu Yu Sao Ge Xi Ong Di 我终于听懂，这太多了吧。Xi Yu Zuan Li Song Xiang Yu Yu早个喜安你你说几次了，够了好像，够了好像。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我很确认这是这个答案啊。是吗？我非常确认就是这个答案。你就知道了。这个题是什么？凭什么告诉你啊？5, 6, 7, 8, 2, 3, 4, 5, 6, 7,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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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3, 4
咸鱼传是什么？咸鱼传是什么东西啊？水浒传。不是说咸鱼吗？它是水浴。水浴传，他读错了。水浒。后面是什么？宋江有多少个兄弟？是吗？哦、确定吗？当然了。你看我手都拍红了。干嘛、啊、你啊？你要干嘛？你为什么把我？为什么你们都能这么准呢？他真的好准我都已经这样了。我发现我只能摁。Okay, next question.Are you ready? Yeah, let's go. Let's go. Yin Yang, Yu, Duo, Chao, Chang. Oh my. 你别玩这个，哇！要手段是不是 ？You wanna break my hand, break my arms? Of course,、okay. no. It's easy. 来吗？来吧。
金吗？我的首饰，我就差两个，我差仨，我也输了，我也差两个。机器有故障，你这个对，机器有故障，一定没有办法。行了，那也没有分了。那为什么要拍那么半天？所有人都不对，因为你的注意力不能够集中。谢谢，还要我再说几遍？好，下 next。哎呦，要换手。This is the last question. Yeah. Final so question. It's my opportunity to show you that I'm good in Chinese again. Yeah. Right. I'm getting a feeling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worst pronunciation of all. Shi, zi, ji, he. Shi. 你在唱歌吗？Tu ni yi gong yu ji tiao dui.一个字没听懂。Oui, monsieur. Oui, monsieur. One more time, pleas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Yeah. Okay, all right. Shi, zi, ji, he, shi, tou, niu, yi, gong, yu, ji, tiao, dui.Oh! Yes! Right, I know. 一共有几条腿啊？一共有几条腿？蜈蚣有几条腿 ？Are you sure? No, you said 狮子 and you said something, and then 牛 and then like 什么兔、牛、狮子？是狮子和一共有多少条腿？对，我听的是狮子和四头牛一共有几条腿。狮子和四头牛一共几 ？What happened? My Chinese is not good. No, it's okay. Too good. It's not perfect, right? No. Yeah. Don't question yourself. One more time. Of course. Of course. Because you said 狮子几黑的的 right? Is it the right timing to stop? Of course, my Chinese is good. I know what I'm saying. Hey, 你出去走走，你就知道你 Chinese 是怎么样。是字，是黑，是猪牛，一公有一条腿，猪牛一腿如一也光。这我急了，我。Are you saying 鸡黑 ？Yeah, that's what I said. 鸡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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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黑。鸡黑 ，yes， 你绝对发错了，这个。陈老师，快指导一下。鸡黑 is my friend's name。鸡黑 is my Korean friend name。鸡黑，鸡黑누나，걔는鸡黑。OK。是鸡，鸡黑，是土牛。会不会他说是四只啊？四只几黑？四只几黑？哦，四只鸡和四头牛一共有多少条腿？四只鸡啊！四只鸡黑，四头牛。四只鸡和四头牛一共有多少条腿 ？One last time. It's one last time. RP we said. 四只。几黑几黑是兔牛一公有一条腿Hey, Jason, I got it, bro. Ji he shi tu niu shi zhi ji he shi tu niu shi zhi ji shi ma shi zhi ji he shi tu niu shi ma 36我来好吧来吧先生们来不敢了再听了啊不听了不听了十只鸡和十头。
十和四，你为什么有区别呢？那你十和两个十为什么要念不一样的发音呢？不，你。耶。你。耶。不是 you， 那是。My Chinese is good. I know what I'm saying. 你的中文在哪儿学的？导演组，这是可造之子。十字一黑，十兔牛一公，有一条腿。算一下分吗？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因为宁安如梦。哦。宁安如梦。咱们就是下回就是好好选，嗯，九个人最后分一万，然后你一次才加五千，你就选上你一个人都买不够。是啊，这不作茧自缚吗？都一个个，你是做了什么伟大的贡献了，沙哥？我那五千可有我的贡献啊，有你啥贡献？你第一个带头选的 B， 而且我都能猜到他肯定选 B。关键是我也能猜到，所以我就觉得选 B 的会多一些。我是这么一个逻辑，因为我猜到首先沙哥是选 B， 但我没想到周深这么笨不选 B， 还赖到你头上了。我没想到你一个 B， 沙哥一个 B， 你俩真是。我不想吐了。范丞丞也是 B 啊。笑不说话吗？那是无话可说。你这个必选的。我们现在所在的市场是延吉的西市场，是一个具有朝鲜族民族特色的综合集贸市场。연변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市场始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见证了延吉商业的发展。在这里现在不仅可以买到朝鲜族特色的美食服饰特产，还是延吉旅游的网红打卡地。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挑战的任务就和市场里的商品有关。一会儿的任务地点就在西市场的五楼，现在请大家来进行今天的第二次选择。这么快就选？到达西市场的五楼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走楼梯，一个是坐扶梯，大家可以商量一下怎么上去。稍后一位一位的出发。那你这个没办法了，对吧？一位一位出发，这是一个默契的考验。哎，我觉得各位是不是都有点辛苦现在？是啊，是吧？是啊，没用。你这么一说，一会儿全你这么一说，真的没用。你越是这么说，越是这么说，越是有人不会。对，有人会那个。当然我会这样。我会这样。不是，因为现在你在这商量，无非就是让大家知道大家选择是什么是啥，对。所以也不如一个个直接就走了。对，你本身再也是单个下去。来吧，你先走，好吧？为什么我先走？沙哥，你先走，我看。你先走，我跟你说，沙哥，你先走，你先走，我们都好办了。我跟你说，我就这样吗？不是，我就这样吗？等一下，等一下，五楼挺累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你不会一咬牙走五楼吧？那他必咬牙，我现在为了六点儿，为了六点咬牙走五楼。五楼挺累的，让不让我去？那我就最后去，好不好？不是，你等一下，我现在拍不到你的表情。你现在这个表情，哎，我现在拍不到他这个奸诈的表情，你知道吗？我奸诈，我多么你给他补一个特写。沙哥，你先走，走吧，走吧，走了啊。我觉得老沙肯定走的是电梯，我不信他会走楼梯。走五层上去他已经废了，我跟你说。他不会的。他们
他们都让我做扶梯，大家都让我做扶梯，我就做扶梯吧哈，别感觉我那么坏，是不是？你第二个吧，要不？可以第二个。你们这些善变的，你也第二个。我必走楼梯。你什么？必走楼梯。你为什么要走楼梯？你不能让资金池多一点吗？我就是走楼梯让资金池多一点啊，因为好多人都走楼梯啊。不可能啊！现在他们说坐电梯，一会儿到那儿都走楼梯。那你就便宜沙哥了呀。这还用选吗？这电梯。我必走楼梯。电动扶梯啊！你啊。刚才他们咋选的呀？我也坐电梯，我累。坐好了，电梯啊！啊？你这笑是什么意思？这俩 ，baby 这，庆凯肯定是走楼梯。必电梯，一会儿看。随心吧，好吗，各位？跟着感觉走。哎，不是从这儿啊？怎么样？我，今天还没运动，我走楼梯吧。运动完了可以多吃点冷面，不好吗？跑男跑男就是要跑起来，坐什么电梯？一点跑男精神都没有，是吧？五楼嘛，又不高。三楼，咱三楼。天哪！来了，你猜对了。哎，这边来了。你看，爬了五层，累的。你看，我猜对了吧？我看谁从这儿上来的？那是应该是走楼梯。郑凯，郑凯。啊？以郑凯的性格呢，就是明明是个好人，永远想扮演着坏人。很轻松嘛。一点也不累啊！你不可能爬，我没爬，你爬了。电梯，电梯你也没爬，电梯他爬了。电梯，你也电梯，电梯，电梯。耶！你是楼梯啊？对。我都猜到他楼梯。嗨！哎呀，沙哥电梯的话。魏大勋楼梯，陈哥是电梯，所以要把钱变多一点。电梯，楼梯电梯，他肯定电梯啊！他这边都是电梯，他肯定得听你的呀！你不说了吗？他肯定听你的。哎，这个楼梯吧，楼梯，他是个楼梯啊。我觉得吧。前面全是楼梯，不可能有电梯的。哎呀妈！多少楼了？哎，我后悔了。你们选的是啥？电梯啊？真的假的？真的。你选的楼梯啊？不看他也像选楼梯的，他一身劲儿使不出来。凯哥，你是？我就知道，范丞丞也是楼梯。哎呀！哎。走了，走楼梯。没想到我会选楼梯吧？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走了，凡人。那车骗子啊！程大英，我啥来着？不电梯吗？电梯啊，电梯啊，一电梯。走不了楼梯，电梯，那是电梯的，哦，看错了。我现在特别希望这俩女生有人走楼梯，楼梯，这样他们分少一点，让他们分少一点。现在是三个楼梯，对不对？对。完了，白鹿，我已经听到了白鹿的声音。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吗？怎么来的？你要不要你先猜一下？我猜一下，都是走的楼梯。都是走楼梯，是吧？有三个人走了楼梯。你猜一下哪三个人走了楼梯？你猜，或者哪三个不是人的走了楼梯？这个话更准确，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然后呢？知道了。是。这个。还有呢？怎么？还有。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准吗？对，就那么。非常准。你是因为什么字眼儿判断？第六感。女人的第六感很准呢、啊。完了完了完了，来 baby 也从这边来了，完了完了 baby 这边来了。 Hello baby oh baby I love you 扶梯吧扶梯吧，哇哇、啊、你好，刚谁经过了？都经过了。今天的第二次选择就已经结束了，你们当中有六位成员选择了扶梯，三位成员选择了爬楼梯，所以你们可以获得6200币的团队经费。而三位和其他成员选择不一致的成员，每个人获得2个骰子点数。谢谢你们，谢谢又给我们赚钱喽。目前团队已共累积了11000的阿币、哦，够买一床垫了。哦，床垫够，够静姐做一次按摩。仅给一个人，脑子能不能换一换？一次按摩加一个搓澡巾，你脑子能不能换一换？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挑战的任务就和市场里的商品有关，来领取任务卡。默契大采购，九位成员确认1到9的顺序后，抽签前往市场的不同区域，在相互不沟通的情况下，按要求各自带回一件物品，9样物品按成员抽到的顺序排列。如果连续7位成员满足提炼要求，即挑战成功。每成功一题，可获得7500RB。哦，只要对7个就行，连续的对7个，但是不沟通，不能沟通。我们已经和市场都沟通好了，大家不需要付钱，节目组稍后会统一买单或者是归还。哦，行，那咱们现在选顺序吧，要不现在就按这个来一个，来吧，按这个来吧。来吧，现在请大家来抽签，决定各自要前往的区域。他卖啥你拿啥。刚刚是春游，现在是购物。这里商品琳琅满目，应该可以选到想要的东西吧。这一整块都是我的。对，这么大。哇，这什么都有啊，这不是什么都可以找到吗？看看大哥有点什么。我这个区好像是服装。你好，你好，都是仿制品，有一种小时候陪奶奶逛市场的那样。你真帅呀！都帅，他们的帅哥都在手上。Hello。哎呀，这全是这个土特产啊，人参、鹿茸。哎呀，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谁是我的幸运？哎。本地的商场里的男性，他的年龄从小到大。太好了，刚才有个小朋友。您好，您好，下午好。你好，有个小孩。那我只能找小孩啊，20多岁的。没有。没有啊。那可真没有的。这个可以有。阿姨，这有叔叔不？啊，叔叔少。叔叔少不是？叔叔少。对呀、啊，放眼望去全是阿姨呢。阿姨，阿姨，都是阿姨。这儿有没有年龄大的叔叔？就是不好意思问您一下，您今年？你猜，肯定没有30岁。谢谢，40多了。40多了？对呀、啊，太不显了。谢谢。您别动啊，您别动，我再那个溜一圈。朋友们，能不能帮我找个老爷爷？
年纪越大越好。阿伯有吗？阿伯有没有？辛苦您跟我走一趟，好吧？哇，我们去录节目，好吗？我们上跑男了。哥，没事没事，走走走，大哥，走，跟我们去玩一会儿，玩一会儿。可以啊，厉不厉害？厉害厉害厉害！16个月大的滕明义小朋友。哎呀 ，Hello。嗨。嗨。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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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怎么还有个娃呀？来了一个个来了，完了。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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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中间都有点像啊，中间有点要塌。中间是最难找的，太像了。中间真的很难。你但是你这小的我也没想到这么小。我要对得起我这个顺序啊。我们现在就来揭晓你们找到的本地商场里的男性，他的年龄是否从小到大？先请一号周深。我找到的是沈女士带的滕明义小朋友，16个月大。那肯定是最小的，认证。耶、yeah! ！哎，你没找啊？人呢，兄弟？人呢？你们找人呢？都得找人呢？咋的啊？我肯定找的不是人呢。我找到的是一个。伟大的事，你认真了吗？认真呢。下面我朝族大姐给我找的，他肯定是朝族小男孩，就小男孩吗？啊，这个男孩没有，这没有男孩哈、啊，没事没事，谢谢。朝族男孩，哎，可以。是朝族男孩吧？可以可以，谢谢小男孩，看见吗？这些是穿朝鲜族服饰的大男人，这些是小男孩。几岁？具体一点。他大概。他16个月，他17个月，刚刚大一点点，稍微。然后他今天非常高兴，穿着朝族的服饰来拍照片，认证。好了，下一轮我们访问到新排第一个，行不行啊？我往往我就说吧，前两个根本都不能算，7个连着从我这儿来。说那个，咱就这么。你这没错，我这没错了，我这能说话，自己能说，自己介绍一下，不用。我叫倪国斌，今年22岁，一下这跨度就起来了啊！16个月、17个月、22岁，我实在没找着18个月的，抱歉。我们那个这边是金先生，金先生年龄是28，28，是吧？确认吗？金先生听到自己28岁也有点吃惊。是吧、嗯、可以可以，因为咱们这个是个游戏，不查身份证，不查身份证。28。那请金先生告诉我一下你的真实年纪。减一下减一下。28、26是吧？28哈啊，28。那金先生方便说一下吗？您哪年出生？是哪年？您是哪年出生的？28是哪年？你怎么还跟着？你怎么跟着？28是哪年？28是哪年的呀？95。属什么来着？95。95的是吧？是吧？今天啊，金先生说是95属猪的嘛？啊，对，跟我弟一个岁数。好，我们暂时打个问号，我们等会儿跟金先生确认一下。然后5号，来，你介绍，自己介绍一下吧。你30了吧？不到30，29，29，哪一年的？94年的。哦，属什么？属狗。哎，这是真的。对，我们也是真的，我们也是真的。什么叫这个是真的？都是真的。陈哥暴露了自己。这个当时金先生说完属什么，他自己就知道他该属。对，来吧。是来自吉林延吉的李永日，朝鲜族。嗯，那个今年37，86年的猪。认证。我77年的，47岁。认证。可以连上了。我今年56岁。56。认证。属猴的。我今年78岁。认证。78岁了，辛苦了。
谢谢爷爷，妥妥的，稳稳的了。对，稳稳的了。目前各位成员找到的市民的年纪排序应该都比较真实， okay， 真实。只有四号晨哥你来。我有什么问题？我很真实啊。你看我们金先生今天多真诚。你就从金先生善意的这个，是不是二弟也该给对金先生的鼓励？这样吧，我们还是请那个金先生真实告诉我们一下你的年纪。行，可以。金先生，金先生悄悄地说，说吗？悄悄地，说吗？说吧。你到底多大？没事，你到底多大？八六的。38，37，37。所以到四号晨哥这里顺序就错了，前面三位，后面五位，没有连成七位。但是呢，因为金先生刚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帮你们实现这个顺序，你都感动了是不是？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给5000二弟，5000就算。所以这一题我们就算大家成功。好，谢谢金先生送的枕头。稍后我们就会把标准定得更高，会更严格。谢谢。好，也感谢几位市民的参与。现在请大家先稍事休息。谢谢。拜拜。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二轮题目，请大家确定自己的序号。这上一号去。要不要换？跟周深换。我不想当五号了。那你来二号来。啊、哦、不。baby 姐，那换一下你，我感觉你的准则。你要做最大的是吗？对，我要弄最大。逛商场的感觉还是好啊。上特产来了，姐。欢迎。哎呦，这大身，人家都给做成装饰品。那这东西还能吃吗？这东西。这是我们今年春夏款的秀款服饰。从右边开始，分别介绍一下 Victoria。Cindy、Linda、Cici， 他们为我们公司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服饰卖到了世界各地。剩下的几位，你们要加油了啊！不要放弃，我相信你们，通过努力会有机会的。加油！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今天的挑战。安慕希枕头总动员，在这项任务中，你们每组两人需要共同穿上一双巨大的靴子，并利用手中的枕头去攻击对方。我的妈呀！这么朴实无华的游戏吗？就这么打？真的吗？当有一方被击倒后，那么这一组就直接淘汰，然后每一组第一名、第二名都可以获得一条线索。我们都是一男一女，有两组是俩男的。巾帼不让须眉。说的有问题，挺有道理。所以大家在这项任务当中就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这个我在你这儿是看出来了。一视同仁。稍后我们把大家分成两组，晨哥孙谦、白鹿儿瑞鹏、程程和孙艺洲，你们是一组。哎呀妈呀！哎呀，我天哪！就这边一撇是一组，然后另外的三组是一组。这俩一家子蒙一下吗？不就一块揍我们吗？蒙一下！你这怎么分的？你不能质疑节目组的公正性。对。这是公平公正的游戏。还玩什么呀？不玩。沙哥命丧重庆。接下来我们请右边的三组先来出战。来吧。枕头总动员第一局。他们看起来像要打。我在哪要啥呢？我们来帮你们。陈哥来了，跑！行，你们俩怎么完全防守不进攻啊？啊？咱们这个位置不是很好。偷袭！哎！泰山压顶！哇！来了来了！哎，大摆锤！
发大招了！陈哥不光打别人，还打自己人。我急了，谁都打。低头。我的天哪！完了，我的枕头。完了，哎呦！我的天哪！你们真是牛大神！懵了，我都谁让你们报告出来这种游戏的、啊、来点公平性吧。好，哎，别打脸啊，真是你好你好。不是魏鹏哥啥风格呀？这是我自我拉着，你随便你怎么都倒不了，随便打。那我们怎么攻击？谁攻击？你攻击他。哎呀哎呀，走了！那是白鹿，他俩站的特稳。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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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枕头怎么被抢走了？哎呀，还抢！哎，咋的？惹我呀！救回来！哎呀，怎么？哎呦妈！哎呦我！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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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这两个人啊，下手太狠了。第一组胜出的是范丞丞和孙艺洲队，第二组请准备。苗苗，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们要公平。咱们一起先把他们俩先弄出局。虽然那是你老公，我相信你平时也有要打他的冲动。个人恩怨可以带进来的哈。有人控诉节目组，他说把这孙谦这个名字写的有点像孙干。大家看一下，就是孙干。那不是孙谦。完了，姚一谦脸黑了，黑脸又要挨骂了。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了。咱们可不可以加一条，就是这儿是我们的保护区域，就回到这儿就不能打了。可以，我们三组的这个起始点位都是禁止攻击区。哦，好。第二组，请准备。不能打了，那我们也进圈，我们就这会儿进圈，就不能进，你们不能进，快，那组出来了，快出来，出来，出来，那组出来了，那我们先回去，你们两个交流交流。这是遛猴的吗？不行，这个圈不合理，太不合理了，不能因为你年龄大，要不然又得传出你下车的风波。我不是我年龄大，为什么感觉是都来揍我呢？好，现在规定取消，走，走，大点。苗苗，你怎么只在打凯哥？小
退一下，退一下，退一下，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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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弄他！站！站！打错了！我这是不敢用啊！打错了！然后赶紧在中间劝架，劝架！别打了，别打了！等一下，你是在劝架吗？哎，哎，哎，啥意思啊？山哥加油！啊哈！啊哈！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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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下一个说要把我脑袋上黑粉都扑了没了。大哥没事吧？黑粉还在吗？保存完整，枕头上还真有点黑印儿，你仔细看一下。哎，好黑啊！那就是打我打的。再等一等，黑粉全都下来了，太狠了，打的都冒金星了，你。你看那枕头太黑了，我再不倒，我告诉你全暴露了。郑凯，我要是你，我就保你媳妇儿上第一名。我要是你，现在就暴打盖哥，帮两下。我自己打，不得分化我们。哥，你舍得吗？哥，你舍得吗？哥，我还好。我不舍得他，但我更不舍得我自己。公平竞争，来来吧，请继续。啊！哎呦！哎呦，老婆，平时家里有什么仇，有什么怨，今天就一笔勾销啊！来吧，对，血战到底！凯哥，嫂子，对不住了，我要夺回我前两局输的一切！十大真元，打一个人，打一个人，真元，真元，你还好吗？真元。快倒下吧！别挺了！哎呀，谁打？等我下个轮呀！sorry， 你这两个哥哥都是有孩子了，考不考虑弟弟的未来？对不起，弟弟，长痛不如短痛。来吧，来吧！哎呀，好惨！真远，真远，真远，真远！真远，我看出来了。他们仨也是一伙的。你苗苗姐虽然没打你，但也没帮上太大忙。弟弟，快倒下！哎呀，妈呀！走，妈，好人。陈元，你前面没有人，你是被打胡子了吗？都在后边呢。快把他们挤倒！再使点力，再使点力，用枕头推。挤倒，挤倒，不管了。起来，起来，起来！凯哥真是一点不留情啊！我一口血吐出来，我们一点汗没出。你那是，原来打枕头这么累啊！可以喝一个我们的小金罐安慕希补充能量。安慕希首款小金罐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不惧胃酸挑战，让益生菌。你好，摇不到太阳。你好，摇不到太阳。你好，摇不到太阳。哎。马上就到了，还有200米。前面路口右转是吧？不了了。转不了了，这儿好像只能步行了。堵住了是吧？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哦，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民主村食堂。看到了，看到。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民主村食堂。看到了，看到了。手机拿上，手机拿上。拿上了，拿上了。快点，快点，快点。他可能我们要跑去啊。快点，快点，快点！这个广场找大姐，不是，不是，没有啊。这，来三二一。你好，要不得太阳。你好，要不得太阳。你好，要不得太阳。线索人会出现。人呢？你们还不出来啊？快点！
梁梁女士，快点！你好久啊，来呀快来！快嘛，快点快点快点！梁梁女士，十八弦子，你们来学一把。扇子，你们来学一把。什么呀，阿姨？扇子。什么呀，阿姨？有人这不到了？哦，这哦，快快快快！露露他们，什么呀，阿姨？什么呀，阿姨？你好摇我的台哟！在每个地点都会有四条线索，但是每个队伍在一个地点只能领取一条线索。哪个？4号码。四号线索，哎，来，走，拜拜。车上看，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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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子哥，哎，我们回来了。刚子哥，上，快看。好，拜拜。掉头吗？我先看一眼，马上。我先掉头。我们啥呀？选一把。四把你选吧。走吧，哥。无缘之光尘世扬尘，我想火烬。想。哇，好漂亮这里。这是南岸区新修的一个打卡点啊！哇，这里好美啊！这儿吧，呀，是这儿啊，前面吗？我想和你耍朋友，我想和你耍朋友，是不是得我俩一起喊呢？打了！我们已经喊了呀！你们好。哎 ，Hello，Hello。那是我的花，你们可以从里面选一朵。选一朵，选吧。哎，哎呦，真有线索。哦，这是线四。恭喜你们获得了四号线索。哦，四号线索，好，谢谢。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更懵了。我们只有四个线索，是不是？是的。那我们抽中了第四个。对。莫比乌斯环是啥意思啊？莫比乌斯环就是一个永远在这个环绕的一个环，就是无限循环的意思，就是你在任何一个点出发，最后都会回到原点。这个就是莫比乌斯环，是这儿，就是这儿，肯定有人来过了，就是这儿。我想要和你耍朋友。哇塞，他们比我们快！来，我想和你耍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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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就是我。哎，太好了。来嘛，阿姨，我想跟你耍朋友。线索来了。他送过的花，你们可以从里头选一朵。好，我们选一朵。好，一人选一朵是吧？什么意思？哎，什么意思？三，咱没有三啊，能来吗？我们是四，咱哎，咱们共享一下，我们齐了，我们就差四了，咱结盟一下，现在我觉得结盟，我们可以直接可以去了。如果能够集齐所有四种线索，就能100%锁定最终的收件地址。来，我们再推一下嘛。来，方地上推一下，一二三四，我们几个齐了。马上，这个不，这是个区，区。今天的线索一共有四种，分别指向最终地点所在的区域、街道和门牌号等不同方面。我告诉你这是哪个区，这是大渡口区的那个形状，就是一个马的形状。那个马就是大渡口区吗？哦，真的是马。大渡口区的什么什么路？他为什么已读不回？我到了，你在哪儿呢？回。这个是什么时候？这是街道，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门牌号。999就是门牌号，大九、大九、二九、三九就是门牌号。999，对，999门牌号，我们推出来了，号门牌号就是999，这就是最后的最重要的线索，就是给谁。我感觉啊，那不比乌斯环应该是回到原点的那个意思。师傅，我们今天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哪儿来着？是第一个地方是规划馆，规划馆啊，工业博物馆出的发。各位成员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山城重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工业博物馆。我想知道这背面有关系吗？老二，老二，你看啊，那个地方是哪里？再问一下你们，再拍一张，这个应该比较清楚了。这个，反正我爸跟我说是大渡口的一个厂。这个我不晓得啊，我听到我们厂是大渡口那个工业博物馆了，对。工业博览园，工业博物馆，999号一渡口。消息已读，但是不回。已读不回，有这种路吗？重庆工业博物馆，已读路999号。对，在那儿坐的出租车。我什么？什么意思？这是个脖子吗？是，真的假的？是个脖子，我这也太像一个脖了吧！太牛，太牛了！这得多远才能看出来啊？早上出来的就是工业博物馆啊！哇哇，这么多啊啊！还得找，张哥，我感觉啊。那么我们公司还应该是回到原点了。早上出来的就是工业博物馆啊。早上出来的就是工业博物馆啊。走，快走快走，跟不跟？已读路999，重庆工业博物馆。各位成员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山城重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工业博物馆。我感觉啊啊，那莫比乌斯环应该是回到原点的那个意思。什么呀，这帮人！哎，说实话，也就是第一、第二了，没区别。没必要，我操！没必要！没必要！你何必呢？咱吃点东西不好吗？你帮我买一个。哎，咱车呢？我们车，我们先走了。哎，快走！快走！师傅，回到原点。还要回那早上那工业园。好的。我们直接去重庆工业博物馆，赌一把。王琦来了，我们啥呀？选一把，四把你选吧，选一把。3号。
三九不就是三舅吗？那就九九九呗。那地址现在不知道啊，咱太棒了，找到一个了。是有什么意义呢？什么意思呀？应该是这里。东海老客吗？东海老客吗？东海老客吗？是你们吗？那个四只小狗，他们身上有你们想要的线索。真的假的？我喜欢小柴。三。第三个线索是不是？就是我们没赢的那个线索。哦，太好了，太好了。啊 ？What's this？ 第三个线索应该是跟门牌有关。哦，跟门牌有关，九九九吗？有可能。这边九十九号。谁在给咱打电话？凯哥。哎，凯哥，拿到线索了吗？嗯。拿到了，是个啥呀？是一个九九九。啊，这个有可能是门牌号什么的。哦，九九九。你们拿到没？拿到线索四，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啥意思呀？我也没懂。无限循环的意思。我们到这个景点了，我们先去拍照了。行，那你再找找。嗯，拜拜。哎呀，看着我老婆那么努力的样子，我有点不忍心。如果要是她得了最后一名，她也要出钱的，那我不是也亏了？我觉得是这样，我老婆呢？他是一个很喜欢享受游戏过程的人，就我了解他，他喜欢玩游戏是因为他享受玩游戏的这个过程。你掰掰看，真的。如果说我刚才就把答案告诉他，他会觉得很无聊。这是我的专业，来学什么？四，真是莫比乌斯。不敢接了。喂，嫂子，答案都串起来是明白了，你们知道不？我们还在这个还在想。好嘞，那我现在跟你共享了。先去谢谢老婆。谢啥呀？回去给我按摩就行。要死，今天要死，今天会死。为了你，你别为了我。为了你，我未来一年的日子可能都不好过了。上去我就先认错，上去我就跪下。老婆，回家别打我啊！错多久啊？几分钟，最多两三分钟就到了。如果我们就他们比我们早，我们也是第三。最终成功将箱子送给正确签收人的前三名，可以登上领奖台并领取黄金奖品。还有多久啊？两。刚子哥，现在就完全看你。现在我们也争取拿第一，是吧？是的。加油，你可以的，就看这一把了。成功将箱子送给正确签收人的前三名，可以登上领奖台并领取黄金奖品，名次越高黄金越大。哎呦，我们是冠军。
呀！哎呀！我再也不是看图片提示分析不出东西的那个我了。别忘了最终的任务啊！最终的任务是交给他吗？今天你们需要将各自的箱子交到对应的收件人手中，让他完成签收。哎呦！打电话。151-8269。哎，你好。喂，你好。你好。有个快递要签收一下。有个快递要签收一下。对。是的。哦。你在哪里啊？我现在还在车里。刚子哥。哎。啊？151-8269。151-8269。你在哪里啊？我现在还在车里。刚子哥。哎。啊？啊你好，上车。今天我就是你们全程服务的司机哈，很高兴为你们服务。你过来。好，跑步。对，快过来。哎，好嘞。我们去接他。快过来，快，有钱。跑到哪里？有钱。哎，这个是刚子哥。你呀，刚子哥！刚子哥跑得比我们还快。送到哪里？收件人签名。这里哈。对。签完了。恭喜你们是今天第一个找到收件人并成功签收的队伍。刚子哥，来帮人。哎，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